王斌，听说你拍了一部网剧，我想对你说，你也太那个了吧，太那个了吧。代沟这个东西啊，灌点水就平了。太那个了吧！太那个了吧！太那个了吧！呜呼！太那个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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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吧，什么巴比良？你认错人了。你长得太像了。哎，我帮你拍吧，你举着挺累的。哎呀，我说老人家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用这种方法跟女孩搭讪？现在都流行自拍，不需要你帮忙，谢谢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是在餐厅老板，我先帮你个忙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但是我说我自拍呢，你老乱入干什么呀？你老抢镜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这是你吗？这怎么不是我呀？这不是我是谁呀？这看着比你漂亮多了。哎，我说你会不会聊天啊？现在你知道吗？没有最美，只有更美，都得用美颜。老人家你 out 了。别动！什么情况？一百万！哎，这什么呀？大富翁不是大富翁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买家具送回来了，该你了。快速了，你快速了！哎，你别这么高！哎哎，你们俩来，跟我玩大富翁游戏去。这老赵太不靠谱了。左拐，右拐，哎。我比你跟你们说话了啊！哎呀，不去，不知道怎么玩、啊。那你们老年人的游戏我玩不了。又搞得你这是赖皮呀、啊！说咱怎么能把这流逝的青春给找回来？喝呀，喝美了不就回来了吗？全都在酒里呢。来，走一个。对呀，来来来，喝。走。